嗯，太胖了。我觉得里面豆沙还蛮好吃。有关注我微博的朋友们应该知道，我前段时间非常愚蠢的掉了这个耳机的壳，掉了壳，别人都是掉这个 AirPods， 只有我这么蠢的居然掉了壳。但是呢，有一件还不错的事情，就是最近不是新出了 AirPods 2吗？他就那个壳开始单卖了，所以我就单独买了一个壳。如果是掉了耳机的话，就只能买一整套了，还是不错的。今天收到了最新的哦，第二代，有种省了钱的感觉。但是如果没掉的话，这个也就不会买了。哎，这个呢，就新款，它就是可以无线充电，依然如此的难开。里面就是长这个样子，没有什么特别的，跟原先长得一模一样。哎。只是我的耳机它终于有壳了，我已经好几周没有用过这个耳机了，非常非常的不习惯。就每一次你知道用 AirPods 的人都是这种一打开发现里面没有东西的时候，我的耳机呢，就这种感觉。哈，在这里，哈哈哈哈哈，他们终于有家了，我终于可以充电了，我好感动。所以它前面就会灯变到了前面，大概就是这样子。前段时间我朋友给我推荐了一个东西，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靠近一点看，番茄味螺蛳粉，从来没有吃过这种味道的。我作为一个广西人，从来都吃正宗柳州螺蛳粉，这个味道好神奇哦！我觉得好像自从我上次说我特别讨厌吃番茄以后，我后面做的好多菜里面都有番茄。嗯，为了身体健康，多吃点健康的蔬菜吧。番茄是蔬菜还是水果？应该算是蔬菜吧。那今天准备来做一下这个番茄味的螺蛳粉，因为我觉得它实在太独特了，所以我决定给你们吃播一下这个到底好不好吃。因为它是海外版的哦，不知道大淘淘能不能买得到。我来给你们看一下里面都有啥。嗯，其实跟普通的都差不多吧，除了这个番茄料理。番茄味螺蛳粉的膏状的料包吧，就剩下的都差不多，汤料，然后这个是花生，这个就是酸笋啊，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那种酸豆角什么的，这个是粉，还有这个我最爱的腐竹，大概就是这样。现在趁着煮粉的时候呢，来准备一些配菜，这个是蟹柳。蟹柳，我感觉我配菜一会儿要多到放不下。然后两颗这个鱼豆腐吧，我的爱爱。还有这个是什么？菲律宾小肠肠，就一个有点甜甜的这种肠，我觉得放在螺蛳粉里面特别好吃，尤其是跟辣的粉在一起的时候，这个肠肠。还有最后一个是我的最爱红肠，出来呀、啊！
放多点吧，来个五片。哎，这螺蛳粉又丰盛。叮叮叮，就这么多。这个小肠肠比较难熟，所以先放进去煮。我一般会把汤料包也先都扔进去，这样子小肠肠就会有汤料包的味道。水开了，逐渐下入这些东西。蟹柳最后下，因为实在太容易熟了。哦，番茄味的试试看。嗯，我觉得味道闻起来有点像那个番茄酱的味道，一滴不留，全部榨干。我爱的酸笋，我觉得他们家这个酸豆角都很好吃，有点太软，有点太软了。有一颗，因为这些丸子本来就熟了，其实也不用煮太久。哎，我还是先把粉下进去。好丰盛啊！装的实在是太满了，料太多。嗯，酸笋好吃，好怕洒出来。就是一个番茄味的粉，但是我觉得这个味道已经失去了螺蛳粉的风味。哇，好烫好烫，还是有点辣味的。就是说它这个味道就是那种你不知道这个是螺蛳粉，然后吃起来还是蛮好吃的，就是一个番茄味的粉的一个蛮好吃的一种味道。但是如果说你是冲着吃螺蛳粉去吃这个的话，就有点就不是说不好吃了，但是毕竟是螺蛳粉，还是希望还是有螺蛳粉的味道的。胃好烫了。嗯，我觉得如果是你像我这种从小到大吃螺蛳粉长大的人，可以去试一下这个味道，但是并不会去那个非常着迷的去吃。但是我吃螺蛳粉是我可以一次买那种五包装的，然后吃一整个星期都没有问题。这种特殊口味的螺蛳粉的话好像就不过如果说你不是像我这种广西人的话，说不定会很喜欢吃。闻起来还是有一些番茄的香味的。
I wonder if you'd stay if you knew the things I've kept away. I wonder what you'll do. Would you charge me with your hate?You never really knew just how terribly I needed you. You are nowhere to be found. I was falling fast into the ground. If I lost, if I lost.Of that night, there was no one there to end the fight. 你在干嘛？我在照镜子呀。嗯，嘿，外套口袋没有翻出来。这个外套我好喜欢哦，是在那个二手的 app 上面买到的。今天穿成这样，里面是黑色的，外面是一个深绿色的外套。好。现在就出门了。Remember what I did. He was no one really, just a kid. Have I lost? Have I?不玩啊，要回家。露娜，快点去跟别人玩啦！露娜，去跟别的小狗狗玩，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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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娜，走吧。How old is she? She's 5 months. Okay. No, she still thinks she's tiny, but she's gonna do a bigger deal. Hello.拿走拿走，这地上是什么？还有垃圾。垃圾是刚掉下去的。垃圾出现在了 vlog 里面。我已经想好今天的行程了，我们要先去 the alley 买奶茶，然后再去拿轮胎，然后去吃那个上海菜。小豆。哎呀！哎呀！哎呀！Get to number 9 milk tea. Large, please. Yeah, both are large. Half sugar, no ice. This is her, Qing Huan. What else? What else? What else? This is meat.我也不知道哎。哎，这个我刚才说香干马兰头，我要吃这个。OK。还是热的耶。会还是冷的？不知道啊。哎，这个开口在哪里？哎，我好像把它挤出来吃了。这跟青团不太一样。这怎么开啊？不应该是圆的吗？不一定吧。我觉得里面豆沙还蛮好吃的，还不是很甜，而且还很细腻的感觉。想不起来，想不起来。好吃哎！好多汁哦。里面我想，我上次在温哥华不是小五毛，见了一身。一会儿汤包上来的时候小心一点。啊，裂了！我直接把那个汤喝了。这
就有一股虾饺的味道。好吃吗？好吃的。这是我的眉筋。前些天弄的芋泥剩下的不多了，今天吃掉吧。Hello， 朋友们，我今天去看牙的时候，终于戴上了那个橡皮筋。你们知道，那个戴钢牙都到最后多多少少都肯定会戴上橡皮筋的，所以我现在讲话就是嘴巴张不开，接下来好几个月可能都是这种情况。我就觉得我现在讲话越来越像周杰伦，有没有？屌不屌？酷不酷？可能随着这个台湾腔也会变得更加重，所以大家不要太在意，我可能。到最后都已经懒得讲话了，就是因为嘴巴实在是张不开。我觉得我即将也会成为一个沉默寡言的少女吧。唉 ，anyway， 但是不管带了多少根橡皮筋，就算带了100根橡皮筋，在我嘴巴里面该吃的还是得吃的。我就是一个不能放弃美食的人，所以昨天我们不是去了那个韩国超市嘛，我就买了一大堆的食材回来，今天打算做一个大酱汤。那现在就开始准备一下食材。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小鱼干，够了吗？五根差不多吧。然后其实它应该是用那种叫什么，那种煮汤不是有那种专门的那个料包袋，但是我用完了，所以我有这种怎么拿了两张，我有这种不用的茶包，为了节约不浪费，我把茶包拿来当成料包袋，其实也是一样的用法。
然后这个小鱼呢就是把它的内脏取出来，头跟身体都一会儿要扔进汤里面煮高汤。我怎么感觉我讲话好像越来越多了呢？克制不住内心奔腾的那些吐槽。哎呦，哎，就反了。OK， 现在就把这些小鱼装到这个袋袋里面。我觉得这茶袋有点不好，就是太小了，但是我又懒得去买那个汤料袋。先把身体装身体，先把身体装进去，头装不下就不要了。嗯，很好，身体装下就行。OK， 有。我昨天买了一个巨贵的那种韩国牛肉，然后把它腌了。哎，是不是应该这样锯的？这样，对，我把它给腌了，腌了，不是腌制了一下。哎呦，粘住了耶！所以我今天煮汤要吃几块好呢？吃多一点吧，反正也放不了多久了。先这样切一切看。把它们切成一条一条的。你谁呀？长这样的？我看一下，我得从哪一个方向切比较好？嗯，哦，原来是两块，惊喜！我今天收到大家给我很多的那些私信或者是评论，说我被看理想给 cue 了。嘿嘿，有一种跟自己偶像近了一点的感觉，有没有？就说我不知道我是被哪一篇 Q， 我没有看到，但是我有看到他们今天发了一篇，说什么最近有一种新的 vlog 的形式，就是安安静静的做饭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反正就 Q 了我另外一个，就我特别喜欢的一个韩国博主，就他，我不知道他名字怎么念啊，就是那个 SUEDDU 是这样拼吗？书主之类的，就好喜欢他，好喜欢他，就他出的每一个视频我可能都要看三遍那种，有时候经常放着背景音乐就看，因为他完全不说话，就完全没有声音的。然后我刚开始做 vlog 的时候，我就因为我很喜欢他们，我就很想拍成那种样子的，就安安静静就是做饭或者是干嘛干嘛，但是我后来发现我内心的草泥马太多了，我憋不住。所以呢，不知道拍着拍着，后来就开始一直讲话，一直讲话，然后就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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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嘴巴就没有再停过。然后没有发现，这个 vlog 越往后拍，我讲话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因为我实在太能说，就连嘴巴里面带着两个橡皮筋说，可能已经讲不出话了，都还在一直说，一直说，一直说。唉，憋不住嘛，这够了吗？感觉也蛮多的，就这样吧。接下来搞点素菜。我在想着这个菇我要怎么切比较好呢？切条呢？还切片呢？还切块呢？切，哎，不知道，切出来什么什么吧。我感觉切块吧。这个 zucchini 韩国汤料必备，这也切块好了。哟，这位朋友，一会儿洗洗还能用。我今天客厅的灯没开，有点暗，瞎了都。像我这种没有耐心的人，
只能这样切了。因为我买的锅太大了，所以我就再来一个吧，感觉这顿又要吃不完。因为每次都吐槽我煮东西煮的多，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买的锅都挺大的。不说了，就是因为这些原因，一定不是我吃的多，知道吗？就是我买的锅大，不是我吃的多。不秀。OK， 那我把这个牛肉摆上去。哇，真好看。会往里面加的豆腐也切一切，像这样吃。这个是最后点缀用的葱，也切一切。感觉这个葱可以扔进去，稍微煮，把这个。这个给扔进去。这个大概煮了7分钟左右吧，现在准备下一个大酱，用的是这个。哎呀，我感觉好像都放不过来，怎么样让你们看到呢？啊，哎呀，它靠太近了，好模糊啊！就用的是这个牌子的大酱，那我现在要放。豆腐也放进去，快好了，最后点缀一下，嘟嘟嘟嘟。我这个橡皮筋好难用哦，不行，我要去把它拆了再来吃。太棒了啊，就是这种暖暖的感觉，狗都气哭了，狗都想吃呢。不是你的，你不能吃。冬天就应该吃这个，哎，还是冬天，不管，反正是冷。你们猜猜我现在在看什么？我觉得还蛮明显的，听这个声音。我现在那个《权力游戏》终于复习到第7季了。我的狗闻到味道要疯掉了。权力游戏下个星期就出了，好开心，刚好复习完。